咱国即个画家格林怀问题是非常严重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早起就邀请国发会、个卫生福利部等相关的部会来报告。有立委是建议讲，应该要参考新加坡鼓励生育的办法，好比将我愿意来生囡仔。咱的像素化问题严重，根据美国中情局 CIA 今年五月公布全球生育率预测，台湾在227个国家地区当中，生育率全球上低。唔啦，安尼国发会有讲，咱总人口为2024年2300多万人，到2070年减少到只剩1400多万。有立委不满国发会像素化对策报告，干呢143字，根本是清清菜菜的交代。你们到目前只写了143个字，感觉就像是 ChatGPT 写出来的，就直接跟 ChatGPT 写说整理出国际上各种解决少子化的方案，就想交差了事。过去16年，两任总统都提出这是国安问题，我们不可能在两个月内或是一个月内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解决。是，但是你总另外要立委批评国发会提出的像素化政策，民众拢无感觉，地数状况愈来愈严重。建议参考新加坡奖励生囡仔做法，比如让妈妈有薪水产假12个礼拜，生育所得税减免等等，增加诱因，让少年人婆愿意生养囡仔。你的第一胎要减少母亲的总收入的15%，第二胎你要减少她的总收入，减免她的免税额，总收入20%，第三胎以后减免它25%，甚至可以到60%。委员的建议，我会直接找院长报告。国发会指出，面对咱人口转型，会加强推动劳动、移民、产业加教育等政策来行行，佮参考国际相关做法，滚动检讨优化相关策略，也强调会将调查委员会的意见报告行政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